又话好姊妹，好姊妹咪盲撑嘅咩？华姐，哎呀，做乜你饮得咁醉噶？老姐，我请你饮酒。仲饮？等下我扶你去休息下。饮杯热茶。你第一个二哥睇死我，我而家过咗40岁啫嘛，好惨啊！实唔够啲后生女争嘅咩？饮得咁醉，好伤身噶。唔伤身，不过好伤心啊。咁你为咩事咁伤心啊？我为佢做咗咁多嘢，就系因为我唔够后生，所以佢哋个个都觉得我冇可能啊。原来又系为咗男人。我20多岁就识呢个男人噶啦，当时咧佢刚刚话会娶我，永远都会等我噶。但系上年我40岁生日去揾佢，佢竟然唔记得我。今年41岁啦，仲系一个人啫。有阵时一个人咧系寂寞啲，但总好过揾到个衰男人啦。我入嚟呢间公司做咧，为咗佢。虽然咧佢有3个老婆，有好多嘅女朋友，但我都好想佢实现当年嘅承诺。我要做死太啊！原来你中意个男人系龙锦威啊？系，我40岁生日嘅愿望就系做龙家四太。但系啦，嘥咗成年时间同佢都冇乜进展。我要我啲朋友要帮我，大哥你睇死我。妈姐，妈姐，哦，原来你想做龙锦威身边嘅女人。咦，Mia，你点解喺度噶？大龙生，系啊，今日咧其实系我生日啊，咁我送咗个短出俾自己当系生日礼物咯。系，生日快乐啊！多谢。系咯，大龙生啊，你嚟估你唔到咧，系做嘢嘅喎，点解会嚟咗度假区嘅？哦，咁我做完嘢啊，顺便有个画展想睇，咪 stay 多几日，多放下假咯。画展啊？边个画家？我哋玩咧都好有兴趣噶。咦，咁一齐啊！嗱，阵间我请你食3饭，当同你庆祝生日。多谢大王生。嗯，咁你入房即系行李，我喺大堂等你。啊，一阵见。一阵见。苏姐，讲个好消息你听啊！我喺鼓励唔到成功撞到大龙生啊！佢仲话请我食饭同我庆祝生日啊！全靠你咋，真系多谢你啊！咁咪好咯，玩得开心啲，祝你生日快乐！